车目睭尔，路还好镭哦，地也毋知够镭无，我知甲买菜买啥物啊，啊，买牛买马啊，是哦。所以讲世界哦，袂予咱人有点，哦，世界阮袂予咱人行了欢喜甲平安，袂，除了一条路尔，多一条路，上帝的路。啊，就是上帝的路，稳定的路尔，你找袂着其他一条路了。规社会、规世界，我咱的规社，相信比我较有，较大啦，莫较老啦，较大。好，啊，你人行的路比我行较济了，你人比我较清楚、较明白，对哦。社会、世界，遐个路你人所行的，我相信，啊，你苦瓜你人食比我较济，对哦，啊。所以讲，你人会明白、会了解。你爱行多一条路，你搁想讲要人生有欲长一点些，了你搁爱活用久的时间，了你搁爱行安怎款的路，对你家己的生命才会有帮助。有好的有哦，今仔日来，快点哦，应该会啦，快点啊！一个礼物，那是这个礼物是爱送给你的，你第一想。啊！你内面是啥物物件？你一个开个点声啦，开起来点声，内面是啥物物件？你第一出答，爱看到个，抓字对，哈哈哈！对啊，咱人生太现实了嘛，哦，大家用到就是爱看到抓字嘛，对啊，搁其他好难的，有无？唔系看到抓字的有无？看到咩？不然怎招？哈哈哈！刚才看到咩？啊，说一条啊，咱看咪，有啊，啊，快乐，哇，感谢主啊，伊开起来伊看到快乐啊，抓住阮爸爷伊啊，有无？伊个囝玉芳，伊开起来看到哇，真欢喜啊，欢喜袂抓住有啊，你大大只滴欢喜啊，有抓住个人未必滴大大只欢喜啊，对哦，你看到滴就真有力啦。过了你时光无欢喜，有啊，要坐到快点哦。快点嘞，淡薄有镭啊，好劲啊！走到是庄严家堆来的业务，未使堆来的业务，庄重的问题不过，有镭了有啥意义？有意思无？无意思嘛？啊，有镭无意思啊？那找咧有镭了过了时光有意义的，哦，反正有了的镭是平安的，他咧当咱爱。哦，所以讲，我希望这个礼品推起是啥物？爱欢喜，乖没有？爱健康哈，那乖没有？啊，有镭无健康无用，嗯对，啊啊，我建议，我唔要坐人有镭的，大家来吃啥物啦？吃老公，吃老公，哈哈，对哦，啊，所以讲是啥物解重要？礼品爱面爱啥物啊？我见到小青兔啊，爱啥物？上帝啊，要爱好你这个礼品啊！你希望来就是啥物物件？啊，平安，平安啊！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嘛，咱身体，咱人生来社会，短短几十年，是不是？你爱求的是啥物物件？感谢主，你人有进步了。会找得到娱乐，会找得到上帝平安，找得到健康了。这个才是咱人生人生内面最重要的一部分来，袂使减的。咱人生一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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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到今仔是几十岁，后辈抓住重要无？无伊个袂啊，不是重要啊，有？健康重要无？重要啊，无伊个国家袂使个啊，对哦。啊 ，OK 啊，感谢主啊，今仔日过来，答案真好啦。OK， 咱今仔日来看一个，一个会感恩的人，哈咪是一个会感恩的人。我看一下，咱这边几个会感恩的人举手，大家举手不要紧的，啊，爱会感恩的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十个、七个，无啊，安尼少啊，八个，安尼少俩。有哦，会感恩哦，啊，他们是感恩，来，我看微微者，他们是感恩两个，对，不要讲，来，你来，他们是感恩，对啊，他们是感恩，对人好，对人好，啊，人对人好，咱就要爱对人好，你讲伊会感恩，
伊的心会为着这个感恩是安尼。各位，你过完早饭的感恩，过完早饭的会知未？会知哦。啊，这样去大家会知的。啊，安怎还没时间？啊，没啊。对啊，还没时间问。来，咱来看啊，咱来看一个经文啊，看你是感恩啊。《路加福音》十七章十二到十九节里面，来，咱慢慢读，晓读，读见话哦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入了一个村，有十个，是啥物？马蜂病，啥物病？太过病了，说太过拄面行来规回的条条，大声喊啥物？喊耶稣啊！先生啊，夫子就是先生啊，可怜我人啊！过来面，耶稣看见咱做面，对伊人讲：，汝人去将身躯或者是擦过，伊人去的时，伊人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内中有一个看见面，看见家己已经好了，就对来面大声归荣耀给神。好，又克服伊耶稣的下者，感谢你。这个人是啥物？是撒玛利亚人。啊！耶稣讲咩？洁净了，你唔是有十个人咩？过九日去到倒落去，啊！九日拍无地，啊！除了这外族人啊，无个无白人对个规定又无神啊咩？因为，哦，就对个人讲起来，阿爸，你个神救了路，阿妹，咱来祈祷啊！主耶稣，咱感谢路，今仔日将个话句来叩望，互咱会听到。无论咱是讲的，还是听的，不是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对我的心来讲话，我来清楚，乃是你的话语，加以帮助的我人的生命，把我来清清楚楚的来领受今仔日的话语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好，对，咱读了这节经文，咱读了就成啦，会知哦。阿弥是感恩，阿爸咱看了嘛，跟哪里回应啦？啊，人对咱好，咱也对人好，还要感恩。唔是人对咱好，咱就渐渐也人会好，是哦。有啊，有都袂安怎了？有安怎朋友都身边，哇，人侪对好，伊定定跳到一条单了，定定三人对好了。啊，有啊，种种的有啊，真正奇妙的人有啊，哦，真正奇怪的有。啊，你是讲阮除了人对你好，你对人好以外，啊，你是讲阮无？有哦，会知未？感谢啊！安怎款的人，我都会感恩。感恩开始是啥物？有感谢的心，经过了咩？经过了行动去表达之后，才会完成了感恩。哦，所以讲咱人看哦，咱人哦，你注意看你身边的人。你若常常甲伊做一下哦，你听伊讲话，你看伊个嘴有无开含讲袂感谢的哪个字话？伊若从感谢你讲袂出了哦，你爱看伊感恩啊！感谢伊讲袂出出来哦，感恩会有无？无了啊！所以讲，你看一个人，伊若是常常头前后尾，常常讲感谢哇，若无好你感谢，无好你不感谢。是啊，感谢是感谢，以后你人咧感恩是真正多诶。你把你哦，你起心内面把你有咧感恩，是哦，是哦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身边是不是有安尼人？点点高伊，点点好伊食，点点高伊，几乎感谢无听过诶，有啊？有。甚至有啊，啊，啊，你不有啊？你旁边安尼人哦？有。哦，啊，伊安尼讲会去感恩你，你感谢拢无了。会感恩啊，袂感恩了嘛，对哦，那感恩袂出来啊，那感恩袂出来就好啦。那淡薄仔太点样办着？你因为这个作孽太过白啦，伊人第一上爱的是啥物呢？伊那只讲来到上帝的厝内面，第一上爱的是啥物？你的心内在想哎呀，你今仔日你来到这边噶，你今仔日来找这位神，找这位主来敬拜伊，来阿罗伊，你的心在想哎，是啥物物件？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快乐、快乐。
快乐，快乐，过就好，爱就好啊！啊 ，Angel， 永正，永正，永正，永正哦 ，Angel， Angel， Angel， 他的 Angel 的生命 ，Angel， 他的家伙，过年，过年，过哦，过完没有？无啦，就是几样啦，啊？稳定，哦，过稳定 ，SOI 是做咩人个？特别这十日。太可悲了 ，SOI， 一个请求，这个求啊咩？健康，安定全家。健康。啊，健康，你讲太可悲了，你求啊咩？啊，你有病掉啦，你求一个健康，你求啊咩健康呢？啊，你身体好，你身体人有影咩数？你讲太可悲了哦，你这种病哦。是别个接其他健康其他人的，你就要离开人的，因为这种病是虾米？会传染病还是会传染人的？啊，所以讲伊家健康人袂使做聚会，啊，你就要离开人。所以讲这种病健康，啊，就是像个当今咱人会知的，啊，你艾滋病知哦？啊，艾滋病本是烧伤，哦，伊本是袂使跟人接近的，如果接近伊会死哦。啊！你用物件，你袂使用个咯。你用过物件，你用到你个，还做病变传染物个，你越可怕，越野蛮个这种病，哦，太可怕也是安尼款，哦，所以讲伊个传染个，啊，是无好个。但是阿咪说呢，伊人第一岁阿是阿咪，灰灰淡仔看到，看到耶稣来是灰灰，看到咱阿咪说人做咩？伊人大声嚷啊！耶稣，不是啊，可怜我人啊！求啊，对啦，求啊，意思就是爱求啊，意思，哦，因为伊人无办法了，啊，伊人这种病无法求啊，好时，当时哦，安尼，老君哦，无叫医的这种病，也无菜药医，也无人会药医，根本袂使接病人，怪头皮起来挂，啊，是真正艰苦的病来，所以讲，所以，伊看到耶稣时就大声叫，除了耶稣会医人，会救人，大家大家本看到，对哦，耶稣就救伊人起来哦。要不当下就讲，耶稣听见人这人叫，这人痒的是叫的是，之后会做阿咩？耶稣会人做阿咩？啊？异地。耶稣异地人。耶稣做咩？耶稣异地人。当下我杀人的是杀掉，耶稣做咩？听见叫的是，听见人痒的是，耶稣啊，不知啊，可怜我人的是，要耶稣做咩？耶稣讲咩？每集结尾讲咩？耶稣坐在了对面啦，讲咩？讲咩？你人去将神父何咩？我这是查过埋，你人去的时候就咩？就结证了，就好了。咁那耶稣讲这句话呢？将个神父叫我这是查过埋，你人去的时阵呢？哎，就好起来了。耶稣做咩？耶稣讲话呢？病好了啊！今仔日有人常常来个疾病，有人爱求的物件，常常爱的物件，有人有听对耶稣的声音未？有人有甲耶稣求的物件，有听耶稣声音未？只有耶稣讲一句话尔，就好起来了。哈、啊！咱的心是不是想到这个太过白人的心了？你看，耶稣啊，叫伊大声。可怜我人啊！我，你生命有拄过安怎风险啊未？有拄过大风大浪，无办法了的是，吹无人的是吹人人走啊，走啊！你若有问题去吹人人人救我，人会发现我人走了，啊走！你来吹我唔走啊，讲好听啊，我走甲飞过啊，是哦，再讲袂使，喏，耶稣喊咪说。哎，现在我一个感恩的人，有一个挂掉什么大疑问，一个挂掉家己的病好了，到底阿咩？啊，到底阿走，到底去找阿叔，搁卡到底阿叔面头前，感谢阿叔哦，感谢主阿公，哦，伊个病好了，伊个健康，放到底阿太过病无去了，啊，伊就是听阿叔一句话尔，对了去做尔，阿叔我都去，我这是查到尔。去的东西啊，啊未去到哦，去到补下来，病就好
相信，你的信心有参加伊安尼反对，爱相信参加这个人安尼反对。一个感恩的人，不但白赚着伊滴了，关你个灵魂都赚着得救啊！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毋是干那辛苦爱赚着伊滴好尔，爱掺咱个灵魂啊！咱会知讲咱有灵魂无诶？你会知讲有灵魂无？我，你上次讲你有灵魂无？哦，咱人点点拜拜红光诶，你知哦？哎呀，吓着啊！细细行着吓着啊！哎呦，你魂走去了，你看，叫袂对来啊！是哦，第一去拜下你红光，拜下你爱行，下你拍爱叫魂对来有哦？拜红光是不是话安尼？啊，有哦，啊吓着惊着诶啊！啊，对，细汉诶时有哦，爱叫魂对啦，那是有灵魂诶人来有无？哦，今仔你心里啊，收了你灵魂多少咯？我惊哦，你惊伊走去哦？啊，唔免惊，对哦，唔是干那辛苦赚着钱尔，伊讲，觉得哦，从咱诶灵魂要赚着得救啊！今仔日咱诶辛苦，大家人咱会知，哦，一年一年老，一年一年老，老甲一日辛苦歹了，老尾老了嘛。嘛死去哦，了咱个灵魂去倒咯，咱身躯未用啊，死去了，灵魂在去倒咯。去天，你唔影啊，未知啊，但着去天哦，讲唔知哇。有耶稣去天，你会知我个灵魂在去倒咯？咱真正侪人唔知哦，咱搁想着咱个灵魂会落去地极个，有无？有无？做这下来落地极。无做职业来去天堂，对唔对啊？啊，了六跳回来，有做个职业，我人生还够大。哦。无讲袂骗话，无骗话人，无偷话人物件，无偷话人个物件，无害人，无害人，是哦。我相信咱大大人生还够大，无讲袂出骗话啦。有啊。哦。我生还够大，讲骗话讲较大汉个啊。讲家认捌耶稣了啊，把路改变啊！有影真正讲，咱听啊，我细细到大汉啊，就是常常讲骗话，创个朋友，甲你讲骗话的。但我信耶稣好日子啦，耶稣救我才好日子起啊，我把路袂晓讲骗话，讲老实话，讲真话，到近啊，真常常讲是真的话。我古早讲骗话，骗人骗输我呀！你又搞骗，讲骗话，讲袂着我的，我比你较搞骗啊！喏，就讲咱灵魂在得救。啊，唔是咱身躯得救尔，你话上帝救咱人哦，伊唔是救咱咱身躯好尔，从咱个灵魂们好起来，心内边们变好起来，啊，你旧个无去了，对哦，啊，所以讲个灵魂爱得救，莫讲单单身躯好耶稣救尔 ，OK， 爱记得灵魂拜后上帝救，耶稣阿弥陀，耶稣非常属教阿弥，属教迄个部队来感恩个人。哦，有一个特别个感恩的，哦，耶稣耶稣，上帝希望咱人分享个这个人安尼款，哦，会认捌着上帝恩典，并且搁咧用那么时间去讲谢谢你，感谢你耶稣，上帝给了咱人真正济恩典，啊，一单条咱人对到伊个面头前，来伊建立啥物，建立一个美好个关系。我爱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就是相甲爸爸甲囝子、甲个囝子的关系啊，款啊，爸囝的关系啦。哦，福建歌有首一首歌，闽南的歌，我会记个真正，八十年代的歌，龙啊嘞，父子情深，爸囝情深嘛，父子情深的，哇，有首歌嘞嘛，就讲爸囝的感情，相甲嘞嘛，上帝爱咱人家己关系，本是安尼关系。哦，不是小声甲大家听的关系，哦，卖离开的，爱聊聊接聊的，哦，所以讲，各有你，你甲上帝关系好不好？足微的，你甲上帝关系好不好？好不？不好啊？好，咱达到真正好，但是真真生命有甲上帝好不好？哈哈哈哈！啊？无够好无啊！多济句啊，爱高加好，嘛无够好啊！啊，咱是爱一日比一日高加好，愈来愈好，万物会对哦。咱虽然是无够好，但是咱一日一日骨力，甲伊高加好啊！你生命愈来愈无受伤了，
OK， 一个袂感恩的人会是安怎反应？那是一个人袂晓感恩是安怎反应？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啊，忘恩负义，袂记。袂晓感恩的人是安怎反应？我听我的意见的，来，袂晓感恩的人，你感觉这是安怎反应？没有人情味，没有人情味，来，讲个听的，这安怎个厉害？来。来，不过是敢卖关呢？无感恩是敢卖关？无感恩是敢卖关？敢卖关啊！无感恩是敢卖关？是敢卖关？啊，我卖关是啥物？我卖烟啊！哎呦，是啊，点点咪，是哦，不要感恩人吃到咩啦？哎呦！包烟啊，吃啦！包烟我甲吃啦，去卖烟啊，卖烟卖烟啊！啊，包烟是破条啊，破条咧安分啊，破条安分，两条破条安分无白个啊！啊，你比卖卖卖烟，卖烟，卖烟更加严重啊！啊，我讲讲面讲未出啊，我话用太光啊，卖烟，是哦，那个生命论啊，是讲一个未感恩人就是严严滴。卖话的包烟的破条安分，一个点点破条安分的生命，你想看卖？伊会吹着人讲阿咩？伊哦，点点就是害我伊做我的咯，点点对我无好的咯，假如不是伊咯，假如就是别人的。啊，点点咪谂点点讲人的，伊家己就是好的，错的假如别人的，无好的假如别人的，是不是安尼意思？对啊，包括就是安尼意思哦，是不是？你把你家己的生命有关的嘛啦，是哦。包括你后果又是安怎办呢？那圣经内面看，那看圣经神的话怎么讲？你若是点点抱着安分的心的，你后果是安怎？死。死咯。死咯啊！死咯，对。死在空气内面啊，好。啊！死在空影都读袂见本过，即阵见本会知。啊，死在空影是啥物人哦？是啥物人死在空影内面哦？知哦。啊啊！以色列人啊，厉害，是哦，是以色列人哦。以色列人咪说死在空影位，是毋是上帝叫人过红海，是毋是？对哦。啊，过红海，我叫人出去，去这个空影是啥物事来卖关的？伊来卖关啥物？上帝，我爸爸的数码哪有通食哇？爸爸的有通食，食会饱未枵死的。伊那个卖饭，我无白食啊，要食下了嘛？啊，伊无白食，点点食饭哪了嘛？啊，有通食啦，伊个店我无白食，点点来食饭，叫上帝话话通食哦。哦，厉害，都多谢，安尼厉害。太好了哇！哇，啊，哦，上帝话话白食哦，上帝话话白食哦。有影有诶，有影咱都话，上帝阿咩？上帝做阿咩？都是以色列人，大大只有妈妈伫天加老来互人食，哇，赐互人做食物诶。了你人常常卖互阿咩？无白食嘛？结果呢？结果神赐落阿咩？很春啊，很春了，知哦？很春啊，啊，很春了，阿你食啊，啊，阿你白诶嘛，互人食好，食诶时候了，食到嘛？去人食诶时候。上帝就白阿含了啊，有影大大只，互咱有妈妈食，咱个咸无白食，无白个人食是傻到了啊，无条路啊，凶这个囡仔，娶了人归人害了，有人个了甘愿无啊，救了有人个生命，是嘛？啊，人要很苦啊，救了你，娶你出来好了，你个了甘愿，我咸傻咸死啊，是哦，是吧？啊，我讲山讲西哇，是哦。冤天冤地啊，冤甲规世界啊，是哦，对哦，哎呀，人个话，你说安尼啊？为虾米人一个哦，咱人常常去埋怨哦，会影响起着，迄个后果是安尼严重呢？要搁予咱人袂回改、袂回转，是虾米事？会知袂？虾米原因？讲你个生命若是常常有安尼款个原因，予你生命袂？转回来、改变回来，是虾米原因？会知哦？是因为虾米？
因为迄人毋是以神为中心，伊个心内面无放神在内面啊，伊个心是家依赖啊，毋是神在伊个心中啊。你人今仔日、今仔日、今礼拜来出去较济，甲神安尼接近、安尼近，你个心有神无？甲是你家己来尔，甲是你来夹夹吹吹恁去尔。啊，我是不是爱有神在心中？所以讲嘛。啊！爱有神在伊心中，所以讲，若是讲阮无将神放伫咧心中，安怎办？结果是安怎办？结果人得罪了神到一个地步，怎啥？无好神，成恶人了咯！啊，神讲未用啊，无听无爱，求我安尼一摆，我故事安尼，我无讲感谢一句无，啊，我常常嫌三嫌四哦，嫌东嫌西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个生命嘛，搁有嫌东嫌西。爱学感谢，学感恩的 ，OK。真元书一尊，真元书内面一讲一集就袂讲咩。伊在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的哦，即种是正为虾米？死亡之路。咱人常常拣的路，认为家己行、家己拣出来的路是对的路，是正的路，但是到尾是虾米路？死亡的路，死路对吧？死路，咱人常常拣的路就是拣出死路。你的生命，我安尼长伫世界安尼过几十年，你有无行过的路，常常行到家己常常去弄病的、呕病的，常常行死路的，行到迷惘路的，常常行袂好势。安怎人行袂好势，我行袂好势，有无？有经过安怎无？这个社会真正黑暗的，所以讲。用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办法去行的路，就是行到尾死亡的路来，行到死了，我唔知个啊，无魂无魄个啊，安怎办死啊？是啊，即个哦。那么，人世万古再喊结论来，哎，唔系话呢，将你拖到边，足望啊，无盼望无阿咩啊，足望个深坑内面啊，根本是阿咩，何路？超越过虾米？你目前的困境、困难甲环境，何来超越过 ？OK， 请问2020年了，你要选择大地多一条街？爱感恩街，还是爱埋怨街？有？爱感恩街了，去抢个感恩街，无几个尔，就真正坐喺我哩埋怨街有？那我的感恩街来面了，我的哦，买完街来面，对你生命无帮助，无鼓励，无益处的，万古在我的所在了。啊，你万我的银行街啊，银行街卖啊，银行街卖好，你好势啊。哈哈哈。啊，咱平顶有一条银行街嘛，对哦。你万去我的那平顶那银行街，啊，那个银行街不是路的银行，不条街啊，那是。去吃大个，你条街你知哦？啊，银行街是去吃大个，去吃你土吃的路个，对不？是去吃大个所在来，你问去土边，你去土边，甲你去吃去了，喏，啊，生命就快去了，哦，万古再去 ，OK。所以讲，你爱竞选，另外只上帝爱保你家己选择，你家己的生命爱活的多一条街，啊，爱你家己拣的，我袂提你拣的这条路。啊！爱汝人家己拣的，知哦？汝家己拣尔，汝莫讲哎呀，不要紧啦，都是条拣，不要紧啦，一年过一年就算了啦。拣两年，我就看目睭，脚清定了，我来走了，是哦？袂啊，目睭看到脚清定，爱走，就是顾一个灵魂，我汝灵魂来去倒咯，是不是？啊，爱为汝灵魂准备好个所在，汝把脚清定啊，你看，若无汝目睭看到脚清定，灵魂再去倒咯，哎呀嘛！啊，身躯又薄啊，无通大，咱要去做大，对啊，你爱准备好，爱好好精选一条街，精选你的生命，甲你的灵魂要去的所在。咱人生当今的社会，千条路话，人口越来越侪，规个国家在那拍来拍去，话了，人拍人的也有，拍战的也有了，有啊，慢慢就爱到了，规个世界耶稣爱来啊，你讲，耶稣。经文内面的记载，我们知影，你看到人对人，人拍人，国家拍来拍去，后来后边是耶稣来来了。所以我一部队来了，你看到咱的生命，咩生命是安怎款的？啊，今仔日咱来做一个决定，
阿伯爱伊仔，那么生命都爱活得多是条件，万古在乎阿哩卖官，阿哩保护哩，影响着咱人个生命越来越歹，咱爱转变过来，改变过来，哦，咱人个生活到了会越来越新，越来越好。Amen， 来，咱人愈想看卖，愈看愈目睭，愈想看卖，愈过去有弱势，愈点点滴卖官个。阿咪问题现在影响到你无话，你无回事没？你家有所讲，哦，你家有所讲，啊，然后，等者，你爱祈祷的，你会使。